朵娜，发光乳霜粉钻瓶。哎哎哎，我们找到舞台嘞！小心来了舞台。阿娜阿娜，怎么样？有舞台了。他怎么没有说？我们要表演的舞台都有了。对，哥哥已经找好了，他已经决定在那里办那个万人演唱会。万人演唱会，你们等一下去看。我们去观察场地好了。哦，那我们先备掉。好，你们忙，先备掉。哦，好。啊，那我给你看，你做会落吗？对，你的意思。我们压力好大，好吗？不要这样子。真正拢唔免问吗？我血当到三缸。我尽量啦。阿伯，你可以帮我们生啦。生什么？生火吗？哥哥，你养吗？我甲你讲爸，我以后我虾仔已经甲你退冰啊。是。嘿，你会使家己烘虾仔来食。哦，是哦，怎会当食？啊，你把迄盐巴呢，滚滚滚滚滚哦，会使食。哦。我退迄个六支的，你上爱大只。哦，大只还好。我这边爱用。来来来。是安尼用。要赖打，哎，好可怕哦，没人来惊。别人我不怕，但他我很怕。你怕不经验的乱抓。对，对，我离他远一点。哎呦，真的，真的哎。哦。那我先帮你摆这个生火，我摆一下。是从下面就好了。对，我摆一下。你有学哦？哦，我蛮常生火的。对呀，我家里开露营区嘛，露营区啊，对对对对对，所以对这个还蛮熟悉的。哦，加分加分，你一直在得分呢，你知道吗？是吗？对，他们一直在跟我说你不错啦。对啊，我本来以为他很弱，但现在发现棒，人真的要相信。哥小心哦，这个会，这个木炭会弹哦，可以哦，哦。哎呦，妈，你现在没事对不对？嗯，我在旁边加油啊！加油，是不是加油啊？我们有一个很重要的任务，我们等下不是要开演唱会吗？你可以去写大字报。我丢你！可丽姐，你的字好像听说很漂亮。你的字比较漂亮啦，妈呀！但是我要写他看得懂的闽南语，没有你写中文，不是会翻。你写，然后如果他不懂的，等一下我们就可以写啵啵么在上面。哦，这样好不好？对呀，可以吗？嗯，啊，辛苦了。不会不会，我来写。没有，我帮你安排的是，因为你可以进去吹冷气。大兴哦，大兴，谢谢阿妈妈。谢谢哥，谢谢妈妈。我要帮你查，我要帮你查。对啊，这样可以吗？然后这里有写男女，男女，男女，好不好？好多。阿伯，你也，然后啦，我想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可以啦，真的吗？可以啦，你不行再找我。明天早上来叫我。都你啦，干嘛？不，怎么了？比比宝宝，比比宝宝，你会饿吗？起来啊，我袂。阿伯啊，我来倒三角切这个芦笋。哦好啊。哦，阿伯恁咧倒无用啊，咱会当较早起来啊。还有鱼鳞呐，阿伯等下食个骨拢弄鱼鳞片。较早我咧烤饼子的时阵无，迄那是鱼鳞哦。嘿。无烤好清气，就扣分啊嘞！哦，安尼恁要求足严格呢。系啊。梅姐，叫。怎样东西如果不好吃，你就惨了。不会，我们很认真在做。好。会是心意的。好的。你的字好漂亮啊！你会一直发现我很厉害的地方。OK。你的字很厉害。哎，你看，走一道啊。看要不要烤猪肉？好，等下烤，我等下烤那个三层肉。嗯。哦，我要先啊，三层肉那要腌呢。好，那我帮你腌。我腌一个。我写好了，好快哦，太快了。你们两遍歌词一样，我写一遍就好了。对对对对，这样看得到吗？我在梦中有看见那白色的牡丹花，还有泪水。Oh my god！ 因为演唱会比较远。对对，我看得到哈，这么远哦。那你管我？我只看到你美丽的脸庞，怎么办？
这样可以看得到，看得到，可以哈，看得到，因为这个可能要别人帮你拿着，远远的。其实呢，这一张只是为了佛你，你应该要谢谢妈咪的。谢谢妈妈。我本来不会背，写完都背起来了。真的吗？这么快？啊，你起码被，起码被烘啊，你才被，才被烟烟糊过。快，来得及。我的新烘虾子啊，素腌，你别想，你别讲虾子买晒啊，可以耶。我你爱过腌呐，马上腌。啊，你虾子的抹盐巴你就好啊。那先吃这个，好，因为爸爸想吃这个啊。好啊，他刚刚就坚持一定要买这个。我知道啊，这干啦，这贵家细吧，你是天王等级，你爱食较贵的。对啊，所以迄当阵马上无太价都买落啊。哦，好像在蒸脸哦。对，好热哦。哎，顺便流个汗吧，排毒排毒。啊，爸爸那会起火，起到人家无？因为你去变瘦，你变瘦，你变瘦，你有够。好嘞。圆的，圆的。啊，你们怎么够咸？真的这样子？你看一下，你不要乱教啦。他不要，我感觉你得放下去。阿来，你有看过这吗？有有有。哎，阿来阿来，哎，对对对对对对对，哎呦，懂考懂考。我回来了，我们就是在烤虾子给你吃，对，你看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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有没有？有没有？真真真，对对对，哦，爸爸，你要不要烤？你要不要一起？一起玩，一起玩，一起玩，来来来，这两个可以吗？哎哎，我觉得我们要喷点水啦，来来来来来来来，哇，虾子啊，是是是，哇，虾子了，快点啊，对对对，啊，稍微等，稍微等，我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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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因为伊会油落了，油油会吃火。好，莫想再讲贵了，可以。我来挂点。这个还好啦，有点焦好。有点焦。安尼袂使，袂使吗？掉掉掉掉，那变安尼。我跟你讲，达到咱用想侪。也没到那个。无好啦。哦。对。想侪啊。也没到不好啦。但是安尼较紧实啊。哦。你忘记我们的披萨通通烤焦。对吼，一个经验嘛。好会烤，好能烤，又会甜又会烤又会咸，大字报，什么都会，好会哦，嗯，好会记，好会记哦，我们才买6只，太可惜了，太可惜了，你在那咸啥意思？你在咸啥意思？今麦搁剩那几只？这个咸到上海，嘿啊，还是上海过去？你唔知咱讲买6只的时阵，制作单位笑了，还欢喜的。省下来，哎，你很会耶！哦，他专业的啊。你可以不要一直加分吗？加分到底是谁？你一直在加分呢。好吃。黄鱼好会出水。还是因为太新鲜的关系。哦呦。哇哦，你那这个哦，把那个虾肠挑掉啊，去掉吼，哎呀，因为咱要吃吼，哇，你去做清气的吼，有啊，对人讲无啥爱用吃的，用的迄个人用到尾了就无胃口啊，就前置作业很长吼，对啊，哇，最辛苦，真的吼，对啊。他们真的很用心，大家都很用心，然后最主要是大家都很开心，想要付出，想要做最好的东西给大家 share 来分享，然后我自己都没有办法帮上很多的忙，那因为自己也不太会做，所以这个我要学习。哦，好吃呢。那有没有觉得很好吃？很好吃啊，很棒啊，真的齁。哥，这一可以当讲话吗？有一点，有一点半熟半熟，我当试吃的，因为它比较薄，我就没有烤那么久，对，慢慢循序。不过前面有腌过，你可以试试看。好，那牛肉条的，它的表皮，牛肉好吃，对，它的表皮很好吃，
你领做这样对不？你试试看。是吗？不烫不烫不烫，很好。嗯。嗯。还行吗？好吃。真的吗？熟度刚好。真的吗？嗯。真的酸。谁调的料？哇哦，不错不错，真的吗？真的真的，真的吗？真的，假的啦，假的，真的啦，真的吗？那真的，真的，他的情绪通常都是比较高的时候，就是背包一背就走了。真的好吃，够了够，好吃。你为什么脸红？害羞了，害羞，害羞了，好到红啊，都软呢。我知道，准则等一下，我好像有一杯酒，你不是说今天要小酌吗？好啊。真的假的？还没酒，对不对？心情好哦。对啊，你们要走了。你们要走了，我自由了。哎，你们好笑。没有没有，怎么就是我们要走了，心情不好？啊，没有啦。还是因为我们走心情不好嘛？你们要走，当然心情不好啊。真的，我想会不会想我们？会。我刚去厕所哭哎。大不出来，哭了。他哭不是因为我们要走，因为便秘。他哭是因为嫂子不让他走。那我就跟你们走了。因为他虾吃太多，蚵仔吃太多。哎哎，对。飞姐，这是啥呀？牛肉。牛肉有全熟吗？有，我有烤比较久。好好吃哦。好吃吗？好，给我，我有留你的全熟的份。嗯，哎，文琪，你可以嫁了啦！真的，这么好吃，怎么样啊？怎样啊？你有什么？你怎么？你有什么意见？没有意见啊！我没有意见。我这次对你不好吗？很好，谢谢你，你来帮我煮饭，谢谢。你有什么需要我帮你烤的吗，文琪？我要的不是这个。你要什么？还能给你吃好的啦？我要，来吃肉。好了。吃肉吃肉。有剪刀吗？吃肉来，剪刀剪刀。我剪刀来，我来。我要去剪虾头。你小心哦。对对。腌好肉，我就帮他全部煮起来，然后刚好我们两个就一起分工合作，他就去烤肉这样子，我就觉得哎，合作我觉得还不错。烤这个东西是我还蛮内行的，所以有让爸爸跟妈妈吃到我烤的东西，我自己觉得蛮开心的，然后他们也蛮喜欢的，然后也蛮佩服，就是文琪可以在那么多料理之中一直煮那些料理，毕竟他有顶级执照，今天真的是靠他了，辛苦他了。我真的今天突然之间觉得很舍不得，可莉真的是跟我印象中的可莉不同。我们常常看到她在舞台表演哦，她是一个形象，哎，她私底下是很有内涵的，哎，点点的，很文静的啊，该讲话她会讲。然后他是一个老少咸宜，然后我真的好喜欢他哦，嗯，很赞，好赞哎，你也点点来啦，好大的最近哦，心里都无盖好，你也点点来哦，真的，我是讲真话，真话，谢谢谢谢红哥，好欣赏他，对，感动，感动，然后文琪也是一样。我先跟你道歉，那一天阿爸有一点情绪不稳定。咦，今天无空吧吼？无啥欢喜。安怎？唔知，皮毛起歹啦，皮毛起歹。我跟你讲，我要休息，我不拍。好好好。然后你们都。哇，对，不行，我这个一定要大大的拥抱，真的吗？真的，这一点感动，中间包个可以，真的真的，我有感觉到那满满的爱，真的是爱，觉得我原谅你们，对，那天影响到你们，影响到大家，没有，影响到大家。然后文琪他真的是一个很有才华哦，他很有才华。你刚刚出家的民间哦，你看他学多久，他做什么事情都很认真的。是你们不嫌弃，我坦白讲，因为像这种半桌菜，其实就是要煮给家人吃。对。但是，感谢你们让我有这个机会，像家人一样哈，让我成为你们的家人，可以吃到我的料理哦。谢谢大家，
这个真的我是非常的觉得到现在还是一切的不真实。嗯，然后这个非常谢谢你，就是这么的配合我们，让我们没有压力。对对，其实我很了解哥哥有很多东西是很有原则的，但是你配合我就觉得哦，你真的是让我们都自在了起来。本来我们应该要很钉钉啊，对对对对，但是因为你的自在，让我们就好放松哦。是，这一点非常感恩你这样。谢谢。然后呢，这位帅哥真的是也是让我真的就从点头之交，非常客气的说啊。拍完了，谢谢，拜拜。对，到今天我真的觉得说，哇，尤其你刚刚所有的一切，你好帅，你一直在加分呢。是啊，对啊，对啊。我真的觉得好棒哦，就是真的是哥哥说的，就是一个非常贴心的人。对，其实我觉得你一直把你的光芒藏起来，对，太客气了。真的就把它放开吧。对，好，然后再吃壮一点。可以，最近变瘦。对，可以去他家，他会喂养你。真的，你再壮一点，有时候要当男一，那个气势还是要出来的。对 ，OK， 非常开心跟大家这个几天的相处，好棒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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那我先从文琪先说好了。你不要再叫姐姐了。对，因为我其实蛮羡慕他这种个性的人。对，因为像我是比较。可能像洪哥一样比较闷骚的人，那我也不容易把我的情绪外放，可能我的好或不好我会藏在我的心里面。嗯，很喜欢他把自己的个性，然后想讲的话，可以在第一时间的传达给身边的人，因为我觉得这样做他这样会比较自在。对，其实像我还是有一点驚，因为我可能会想要让大家看到我好的那一面，或者是完美的那一面，所以。我其实蛮羡慕你的，其实这是我这几天的观察，我觉得我蛮开心的。对，谢谢，太感谢，谢谢。玛丽，好，我呢，是这样子的，其实我有准备小礼物要给你们。哇，还有小礼物，真的？哎，你好像从第一天就有给我们小礼物，真的假的？因为我觉得你就给我们杯子了，要有始有终。哦，就回去，我希望你们可以带一点什么回去。是哦，我希望把这个祝福封存，封存起来，封存。不会生死，在你们的心里面。是是是，谢谢。还有，天哪！我在录这个节目，我第一次这么感谢，因为我觉得，哎，好，我先送红吧。哦。OK。反正这个你自己看。下面讲，今麦拍回吗？今麦拍回好喝。干嘛这样啊？你这用心没？够用心没？虽然这个礼物没有说特别的昂贵，哦，这我最喜欢的。棒哦！钢琴，钢琴哦，钢琴。对，很厉害。哦，它可以转哦，很特别。哇，好可爱哦！洪哥，你会弹钢琴对不对？对，他会弹钢琴。对，很特别，很特别。那我。哦，好特别哦。这钢琴是因为我要先祝福红爸，在十二月要开演唱会了。是。求神祝福你一切都顺利。是。然后我觉得觉得现阶段我可以跟红爸认识，我觉得就是自己觉得很幸运。是。对，然后其实那一天发生事情。我一点都不生气。对，我第一个当下，我只有跟神说，就是感谢你让我们有同一个信仰，让我可以向你祷告。阿门。然后我不好，我怎么可以让一个长辈对我生气？我觉得先自我反省这一件事情是非常重要的。我更感谢的是洪哥愿意听我讲，愿意在。给我机会，不然我说真的，我们可能也录不下去，也彼此也尴尬，因为不是每一个大哥都可以像他这样子愿意听别人说。我在想，就是我要怎么去安抚他，然后让他在旁边。那我稍微讲了几句，哎，我自己不应该这样子啊，我自己会自己一直在反省，一直在反省，哎，然后马上讲几句就好了，对。我觉得就是对不起哦，没事没事，没事，辛苦你了，谢谢你给我们这么多机会，感谢主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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好，哇，不行，我一定要忍住我自己的
哎，我来这里，我莫名其妙变得很爱哭了，我不是这种人哎，天哪！哦，好。我妈当然，这个你也太贴心了，对对对，这些礼物都是从我们去你最爱的店，耶，你买我，你买我，所以你去上厕所是假的，5、7、8，好，那我要一台电视，然后有三零派对的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不知道的所以来，你说你宝贝，哈，你别来啊，我宝贝，所以没有买，没有啦，其实我就上厕所了，好丢啦，我上完厕所上厕所了，不搞公益去拉肚子，啊，好可爱啊！其实我本来要送你另外一个，可是他没有货了，好 Q 哦，好可爱啊，谢谢，你知道那为什么是两只狗狗？这里有一块拼图，然后你有没有看到那个爱心上面有一个类似像十字架的东西？哦，对，虽然我们信仰不同，对，可是我希望就是我可以把这一份爱，就是给你，然后这一块拼图它不是缺失，我希望你是留一个空间，可以让我在你的心里面，哦，对。因为是碍于时间关系，就是我们有太多的话，就是很想跟你讲，对，但我试一下再好好的跟你说，就是你知道你太懂我了，我不用讲太多，他都知道我在想什么，对对对，谢谢，爱你爱你，感谢你，好，居然你可能只剩下了两分钟，没事没事，对对对，来送给你，谢谢，我要看一下，好。你家住址吗？不是啦，车子哦，车子喂，它那次会动，车子会动是？哦，我在想，这里有一个住址，开去他家是吗？你要跟着他走就好了，然后这样子走很久呢。啊，好可爱，很可爱，很可爱。就是谢谢你，就是这几天当我们的就是小司机呀。因为他其实是一个很贴心的男生，然后让我觉得，哎，在外面还可以有一种小恋爱的感觉，虽然很多电灯泡，开玩笑，其实我们可以装没看见，对，没有了，开玩笑的，但是就是希望我们真的录影结束，连录影是录影之后，我们还私下还是有可以有连结，然后可以更多的彼此认识，是，对，你也辛苦了，谢谢，谢谢你们，谢谢大家，谢谢。谢谢，这几天都有空，所以才可以来参加，对，我们一起去旅行，好棒的缘分，哇，很赞很赞很赞。爱是最大的力量，那我们就是在爱里面包容，所以这个是最可贵的。这一整个过程，我觉得都是最美好的回忆，所以就是很非常谢谢我的队友。我觉得人呢，只要当你懂得感恩，你就会懂得满足，你就会知道要珍惜。所以我都觉得这是我这次得到的收获。毕竟4天的时间，有很多的磨合，但是爱这个字都存在我们的心中，彼此相爱。我是刚刚和你好多情的点向你，我希望希望的陪伴你心，现在我站在他乡，秋天来秋天来，梦袂想你。然后往下，你不用。
我是花甲之年正青春，我是少年正得意。走，跟着我们去旅行，按上订阅，加上小铃铛，行程超乎你的想象。